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我和温浩清已经成婚三年，之前每年的七夕，他都会陪我一起采莲蓬、做巧果、放河灯。可前几日，他却说今年七夕他要在翰林院当值，不能陪我去采莲了。去街头买一些也是一样的。 正好今年夏天格外的热，我也懒得出门晒太阳。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温浩清好不容易才考中了进士，在京中翰林院担任小小的编修，这份差事来之不易，我们两人都很珍惜。今年夏季炎热多雨，蚊虫格外的多。我本想让白纸上街买些莲蓬。 可他却说：“七夕采莲是传统，买来的多无趣啊。”白芷是我的陪嫁丫鬟，自小就在我身边长大，和我感情深厚。我不想让她失望，便和她一起来到了雁鸣湖。我万万没想到，温浩清口中的当值，竟然是去陪别的女子游湖采莲。夫人，您看她头上戴的簪子。 白芷捂着嘴，轻声惊呼道：“苏真真头上戴的白玉簪子，和温浩清在我生辰那天送我的一模一样。”我忍不住抬手摸了摸头上的簪子。温浩清说：“这是他用一个月的俸禄买的，我当时还感动了好久。”翰林院编修一个月的俸禄是二两银子。 可普通人家一年的嚼用也不超过五两，他还挺大方。我心疼他，觉得他毕竟是在京城中当官，需要用钱的地方多，所以从来没有要过他的俸禄。这三年来，我一直都在用自己的嫁妆养家，倒是给他省下了不少钱养外事。你先独自回府中做些巧果，记得。 要和往年做的一样多。从船上下来后，我对白纸嘱咐道：“那您。”他看了看湖面上温浩清的船，又看了看我，见我没有说话，便知趣的离开了。我买了顶围帽戴在头上，坐在岸边的一棵柳树下，等着温浩清游完了湖和友人告别。 他和那位叫苏珍珍的女子手牵着手，慢悠悠地往集市上走去。走到卖巧果的摊位，站住不动了。七夕节，集市上的人格外多。我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听到苏珍珍说：“我们买一些巧果回去吃吧。买的多没意思，我们回去自己做吧。我会做很多图案呢。” 你堂堂一个进士，竟然还会做巧果？苏真真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可置信。这有何稀奇？一会儿回去我就给你露一手。温浩清宠溺地看着他，哼，你家夫人真是命好。我可不舍得让你这个进士大老爷进厨房。一双桃花眼微微上钩，显得极其妩媚。 温浩清伸手揽住了他的腰，在他腰上捏了一把，“哎呀，讨厌！”苏珍珍掩嘴娇笑着移到他身上，“今晚你留下来陪我好吗？”“珍珍，不要让我为难。你晚上都不留下来，我自己又该如何怀孕呢、啊？我之前去找你，不也都是在白日吗？那你的意思是？” 你每次白日里从我的床上下去，晚上就又躺到你夫人的床上去了。别闹！那你今天晚上不能碰她。今天是七夕，你只能属于我。好，我麻木的跟在他们身后，无数身影从我们之间经过。温浩清的目光始终都在苏珍珍身上，若是他回头。 哪怕一次就能够看到我，可是他没有，他的眼中只有苏真真。我看着他们走进城西的一条胡同，像一对真正的恩爱夫妻一样，推开了一个小院的门。不一会儿，院中便传来了他们一起做巧果的说笑声。我呆呆的站在门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觊觎别人幸福生活的小偷。 我和温浩清过往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一把刀子，不断朝我的心口刺去。原来，除我以外，他早已拥有了另外一个家。夫君，家中没有酒了，我去打半斤米酒回来。苏真真的声音把我惊醒，在她打开院门的一瞬间，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里。直到傍晚。 温浩清才回到了家，他带回来了一捧开的正好的荷花和一只玉兴斋的烧鸡。阿、啊、念，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烧鸡，吃完我们去放河灯吧。我懒懒的靠在院中的躺椅上，没有像往常那样起身迎接他。白芷拉着脸接过荷花，随意找了个花瓶插了起来。怎么不舒服吗？ 温浩清走到我身边，俯身摸了摸我的额头。我抬头，他眼中的关心和担忧不像是假的。独自一人回来的路上，我曾想过要不要退一步，帮他把苏珍珍纳进门。在外人看来，男人三妻四妾是常事，他不过是养了个外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若是因此而闹…… 反而显得自己小气善妒，可若要是真帮他内妾的话，我又有些不甘心。明明当初是他先说喜欢我的，我爹是有州有名的夫子，门下的学生多不胜数。因着他的好名声、好学识，在我刚及笄时，上门说亲的人就快要踏破了门槛。可我偏偏就选了最穷的温浩清。 只因他说他愿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他说若我同意嫁给他，他这一生便只会娶我一人，绝不纳妾。于是，我便嫁给了他。我陪着他一路从秀才考到了进士，从有州来到了京城。就连他能留在京中任职，也是我爹爹在朝中的学生帮了他一把。 就连我们现在住的这两进的院子，也是我用自己的嫁妆钱买下的。我什么都不图他的，我只图他对我忠贞不二。可他食言了。吃过饭后，温浩清拉着我去放河灯。卖河灯的小贩给我们了两支笔，让我们写下心中的愿望。今年你要写什么？还和去年一样写“日月入怀”吗？ 温浩清笑着问我：“日月入怀是祈求好运的意思。我们成婚三年，我一直未曾有孕。我看了无数郎中，喝了无数苦药，也不见起效。直到前段时间，为了求子，我托关系让宫中最有名的王太医帮我诊治，可他却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为何一直不孕？” 我有些不明白，无来求不得，或许是夫人同孩子的缘分未到。想到这里，我当着他的面写下了：“望家父家母寿如南山。”阿念，这是七夕节的许愿，七姐可不管老人，你得许和我们夫妻有关的愿。温浩清的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你写的是什么？ 我伸头看向了他的河灯，“早得贵子”四个工工整整的字，此时却刺得我心口发麻。他去年明明写的是“愿与阿念白头不相离”，那今年他到底是在许愿让谁早得贵子？是我，还是那个苏真真？我没有说话，忍着内心的钝痛，转身将河灯放入了水中。 阿念，温浩清无奈的叹了口气：“你今日是怎么了？没怎么，我想爹娘了。”夜晚，温浩清沐浴过后回到屋内时，我正穿着纱质寝衣倚在床上。新做的衣裳吗？阿念穿着真好看。温浩清吹灭了屋里的蜡烛，在我身边躺下。我翻了个身。 把腿搭在了他的身上。今日七夕节，我们不做点什么吗？这是成婚以来我第一如此露骨的邀请他。我想看看他是否真的会听苏真真的话。温浩清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好，阿念，你今日就饶了我吧。我累了一天，明日一早翰林院还要点卯呢。”说完。 他便翻了个身，将被留给了我。不一会儿，耳边便传来了他粗重的呼吸声。我心中的念想被全部打散。原来他是真的愿意为了苏珍珍守身如玉的。我闭上眼睛，身体颤抖不已。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苏珍珍已经严丝合缝。 毫无破绽地占据了我在温浩清心中的位置。当初我愿意嫁给他，便是因为他爱极了我。可过往那些曾经拥有过的浓烈爱意，现在全部都变成了刺向我的尖刀，刀刃刮着皮肉，来回进出，翻搅，痛得我无以复加。罢了，长痛不如短痛。 温浩清的心就像是弦间新雪，刀口浮尘，楼头明月，马上游人。我既然留不住，就不必强留了。第二日天刚亮，温浩清便出了门。我带着白纸去街边找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乞丐，给了他几个铜板，让他看了一眼温浩清的画像。你去翰林院门口盯着他的行踪。 每天向我汇报，记住了吗？记住了。小乞丐接过铜板，一溜烟的跑了个没影。我和白纸拐了个弯，叩开了刘府的大门。刘府的老爷刘景怀是我爹爹的学生，他六年前考中了进士，目前在大理寺任职。我和他的夫人柳若离关系甚好。 我想要当众戳破温浩清和苏珍珍的关系，所以来找他帮忙。从刘府回到家中时，正是申时。温浩清刚下职回家，换下官服。阿念今日去哪里了？怎么这时才回来？不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景淮兄心情有些不好，晚上喊我去他家饮酒。若是过了宵禁的时间。” 我就在他家住一晚，你不用担心。他走到我身边，拿起手帕帮我擦额上的汗，看你热的，一头的汗。我不知道温浩清在面对我的时候，内心会不会觉得愧疚。忽然，温浩清的目光落在了我的头上，他摸了摸我头上簪的金镶玉蜻蜓簪，有些不悦地问道。 我送你的那只白玉簪子呢？今日怎么没带？我又想起了那根让我觉得恶心的和苏珍珍一模一样的簪子，说不定那簪子还是苏珍珍挑的呢。今早梳妆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摔碎了，我便给扔了。我装作不经意的说：“阿念，你怎么能这样？”温浩清的语气突然变得气恼起来。 那可是我整整一个月的俸禄啊！你怎么一点都不爱惜，说摔碎就摔碎了？我笑了，不过是二两银子，你也不必如此介意。林清念，你整日在家悠闲自在，哪里能体会到我在外赚钱的不易？还不过是二两银子，你就这样糟践我的心血吗？ 可老爷，您赚的俸禄也没给夫人啊，夫人想糟践也没机会啊。这些年都是夫人拿自己的嫁妆养家的，就连我一个月二两银子的月钱也是夫人给的呢。白芷端着一盘上好的水晶葡萄走了过来，好好好，林青念，这就是你教的丫鬟，竟然当众给我难堪。 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温浩清气的夺门而去。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簪子，他就气急败坏，觉得我浪费了他的俸禄。那他安置苏真真的时候，有没有心疼过他的俸禄呢？我捏起一颗葡萄放进口中，真酸。宵禁前，白天里的那个小乞丐敲响了院门：“夫人，夫人。” 不好了！您白日里让我跟踪的那个人，刚才被大理寺的人给带走了。温浩清在大理寺中待了整整一夜，当他神色憔悴的从大理寺中出来时，我已经等在门外了。他急切的朝我走来：“阿念，我……我原本是和景怀在一起喝酒的，刘景怀都告诉我了。” 我神色平静的看着他，不是，不是的，阿念。温浩清一脸的惊慌。苏真真是藏春楼的琵琶女，弹得一手好琵琶。我和怀景兄只是去找他听曲儿。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他看到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扯谎骗我。小乞丐告诉我，昨日温浩清怒气冲冲的离开后。 直接去了苏珍珍的住处。当大理寺的人敲响院门的时候，他们正在床帐中颠鸾倒凤。我笑了笑，问浩清：“你当我是傻子吗？”刘锦怀进门准备盘问苏珍珍的时候，你甚至连外袍都没穿好。不是的，阿念，你要相信我，是苏珍珍勾引我的，我只是喝多了酒。 温浩清的眼神闪躲，不敢同我对视。就在这时，苏真真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她没有看我，径直走到了温浩清身边。“温大人，我肚子有些痛。”温浩清紧张地看着我，并没有回答他。苏真真看温浩清不理他，马上就红了眼眶，她一只手捂着肚子。 一只手抓住了温浩清的衣袖，声音哽咽：“夫君，你送我回去吧，我有些不舒服。”“你别乱喊，谁是你夫君？”温浩清粗鲁地甩开了苏真真的手。苏真真明显一怔，眼泪随即夺眶而出。她竟然毫不犹豫地当街对我跪了下来。我同温大人两情相悦。 只是温大人碍于夫人，不敢让我进门。可我如今已经是温大人的人了，还请夫人成全，允我进门。苏珍珍，温浩清恼怒极了，他一脚将苏珍珍踢倒在地。阿念，你莫要听他胡说。他急忙握紧了我的双手。阿念，你原谅我这一次，我发誓。 我日后再也不会和他有任何来往。血血，我流血了！苏珍珍惊恐的叫声传来，温浩清不耐的回头，却在看到苏珍珍胯间流出的鲜血时愣了一瞬。苏珍珍的哭喊声引来了众人的围观。这位小娘子怕不是要流产了吧？我看着也像。 前面不远处就有一家药铺，还不赶快送她去看看！温浩清在听到苏珍珍流产的那一刻，脸色突变，他急忙上前将苏珍珍扶起，抱着她就往药铺的方向奔去。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回头看我一眼。三日之后，温浩清才回到了家。阿念，苏珍珍她怀孕了。 你能不能，我们和离吧？我把早就写好的和离书递给了他。阿念，你竟然要同我和离？温浩清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难过。我自嘲的笑了声：“不合理，我怎么给你心爱的苏真真腾位置啊？”不是，阿念，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听你解释你是如何爱上苏真真的，又是如何和他上床的。当初是你说的这辈子绝不内妾，我信了你，同你成婚后一心一意的对你。现在你又用苏真真怀孕了来逼我，温浩清，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他眼眸低垂，看起来悲伤极了。阿念，你别这样说我，我怎么会逼你呢？我不过看不过苏真真被别人欺负，就帮他挡了一下。后来他为了感谢我，请我喝酒，我喝多了就……我只是把他当做心情烦闷时的一个消遣。我心中最爱的还是你，我怎么可能因为他而同你和离呢？ 等苏珍珍生下了孩子，我就抱过来给你养。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进门的。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吗？呵，我冷笑了一声，把何离叔往前推了推。我又不是不会生育，何苦要给旁人养孩子？阿念，不是我打击你，我们已经成婚三年了，可你至今未曾有孕。温浩清。 我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你的衣物我已经让白纸帮你收拾好了，签了字你就能离开。这院子是我买的，家里的东西也是我置办的。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成婚三年，除了背叛，我竟然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说你不爱苏珍珍，可你把你所有的俸禄都花给了她，月银二两的翰林院编修。” 竟然有钱养外室，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像个笑话。温浩清，别再耽误我了，签字吧。温浩清还是没有在和离书上签字，他把和离书撕了个粉碎，赖在我的房中不肯离去。最后还是刘锦怀带着人来把他给赶跑了。可他每日都会来找我，我将院门锁住。 他就在门外使劲地拍门，一边拍一边喊着我的名字，想要求得我的原谅。我被温浩清折腾得烦不胜烦，还没来得及发火，苏真真就趁着他去翰林院的时间敲响了我的院门。一见到我，他就跪在了我的面前：“夫人，我是来向您认错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若是您容不下我，我生下孩子后就可以离开。求求您原谅温大人吧。苏真真的头上簪着温浩清送的白玉簪子，抬手擦泪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青玉云纹镯，耳朵上还戴着一对儿翡翠银杏叶耳环。我冷冷地看着她：“你这耳环和镯子也是温浩清送的吗？”“是。” 苏真真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抹害羞。这是温大人路过首饰铺子时顺手给我买的。不过温大人对夫人这么好，想必也经常送给夫人首饰吧？我这些自然比不得夫人。苏珍珍说完，抬头看了我一眼，眸中闪过了一丝挑衅之意。我终于明白了，苏珍珍。 这哪是来向我认错的呀？他这是看温浩清每天都来纠缠我，怕我心软原谅了他，所以忍不住故意来恶心我罢了。看来苏真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将我赶走，自己当上温夫人啊！你腹中的孩子还好吗？苏真真愣了一下，似乎是没想到我竟然没有生气。 他低头抚上了自己的小腹，还好保住了。郎中说孩子已经有两个月了，看来我温大人第一次在一起时便有孕了。说完，他才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惊慌失措地捂住了嘴。夫人息怒，我并没有说您不能生的意思。我忍不住笑了。若是把苏珍珍扔进雁鸣湖中。 恐怕整个湖中的鱼虾都能喝上一口上好的绿茶。你放心，过不了多久，温浩清就会同我和离。我也提前祝苏姑娘喜得良缘，早生贵子。苏珍珍走后，我和白芷赶忙连夜收拾了行，雇了辆马车，离开了京城。我回到永州的当天，爹爹阿娘。 还有哥哥，齐齐坐在我的房中，他们因为我和温浩清的事情，气得睡不着觉。阿娘坐榻上，急得直跺脚。温浩清他算个什么东西？当初我就看不上他，他穷得连个像样的衣裳都没有。都是你们父女二人，一个说他有才华，一个因为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执意要嫁，这下可好了吧？ 一双人变两双人了，说不准日后还有三双人、四双人呢。这孙子是觉得自己在京中任职了，了不得了，所以开始蹬鼻子上脸了，是吧？他别忘了，他能留在京中，还是靠了爹爹学生的帮忙呢。若是让我见到他，我一定揍得他满地找牙。哥哥拍着我的桌子怒道。 这次怪我，我教了二十年学生，竟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爹爹也懊悔的直拍自己的大腿，真是苦了我的阿念啊！就是我们阿念这么单纯，怎么能是那风尘女子的对手？阿娘说着说着就拿起手帕哭了起来。阿娘，别伤心，我同温浩清和离了便是。 可是他不是不愿同你和离吗？阿娘疑惑地看着我。那我就亲自上京，打到他愿意为止。哥哥激动地跳了起来。我这次回来是带了婚书的。当初成亲前，温浩清亲笔写下了对我一心一意、永不内切的保证书。现在他既然已经违背了诺言。 那我便可拿着婚书和保证书去有州郡守那里解除婚姻关系，强制和离。听完我的话，哥哥忍不住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真是没想到，我的妹妹竟然这么聪明！你竟然还让那孙子在婚前写下了保证书。本朝律法为了保证夫妻婚后权益。 分别设有休妻、一决、和离。若妻子犯了七出之罪，夫君便可休妻；若夫君对妻子有暴力恶行，妻子便可向官府申请一决，解除夫妻关系。若夫妻感情破裂，则可和离。温浩清的保证书和他养外室的事情，足以证明我们已经感情破裂。 他不同意和离，那我便可以在登记过婚书的有州郡守那里申请强制和离。一个多月后，他就会收到经由官府盖过章的和离书。这还得感谢当初温浩清为了娶到我，主动写下的那份保证书。果然，两个月后，我就收到了温浩清的信。他在信中苦苦的哀求我。 希望能够得到我的原谅。我看了两眼后，觉得恶心极了，便让白纸把信给烧了。过了半个月，我爹爹、阿娘和哥哥又分别收到了温浩清的道歉信。他希望得到我家人的谅解，让他们劝我回到京城。爹爹和阿娘懒得搭理他，只有哥哥给他回了一封信：若是在纠缠阿念。 我必让你官位不保。哥哥也曾中过进士，不过他为了能留在父母身边尽孝，选择回到了有州当一个普通的县城。他在朝中也有不少好友，想要抓一个七品编修的错处，简直易如反掌。这封信寄出后，温浩清才总算是消停了下来。过了不久。 我就收到了柳若离的信，信中说，因为温浩清迟迟不愿意娶苏珍珍，怀有五个月身孕的苏珍珍便坐在翰林院门口哭闹不止。温浩清迫于上司的压力，不得不给了苏珍珍一个名分，不过并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正妻之位，温浩清只愿让她为妾。你不过是藏春楼的卖唱女。 如何能成为我的正妻？我的正妻只能是林青燕。就算你生下了孩子，也只能是庶子。我的嫡子只会是阿念为我生的。看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我真是搞不清楚温浩清到底想干什么。和离前，他对苏真真情真意切，关怀备至。 可和离后，他又在众人面前做出对我一往情深的模样，他还真是矛盾。过了年后，我竟然收到了康平公主的信。我及笄前曾见过康平公主一面。那年永州发生了旱灾，陛下派康平公主来永州赈灾。她带着自己顽劣不堪的胞弟九王爷来到了永州。 为了调教九王爷，他让我爹爹带着他边看边讲民间的疾苦。那只名贵的金镶玉蜻蜓簪，便是他赠我的见面礼。信中说，康平公主要在公主府办一个女子学堂，他想请我过去当女先生，而这个女先生的俸禄，竟然是每个月二十两月银。 这和朝中四品官员的俸禄一样多。我答应了康平公主，绝对不是因为公主给的银子多，而是因为我自小便和哥哥一起跟着爹爹学习。可因为受制于女子的身份，我并不能像哥哥那样参加科考。如今有机会能成为公主府的女先生，我当然不会拒绝。 于是我就又回到了京城。先前那个两进的小院，我已经让柳若离帮我卖掉了。本想再新买一个大点的院子住，可康平公主却执意要我住在公主府的偏院中。本宫这里又大又冷清，反正你也要在这里讲学，你住进来还正好热闹点。我便带着白纸住了公主府。 到了休墓的日子，我准备去看望一下柳若离。可刚出公主府的大门，我就被温浩清给拦住了。他一见我就委屈地红了眼眶：“阿、啊、念，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看来温浩清是专门在公主府门口等着我出来呢。我仔细地打量着他，半年多未见。 他变得憔悴瘦弱了许多，那个曾经中了进士时意气风发的男子，早就已经消失无踪了。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中生出一丝厌烦之情来。见我没说话，温浩清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手腕：“阿念，我心中最爱的人一直都是你。那和离书我没有签字，所以我不认。” 你在我心中依然是我的正妻，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不相信你能这么轻易的就放下了。我知道我错了，只要你回来，我马上就让苏珍珍离开，她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也不要了。阿念，自从你走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卑微和哀求，可是我却不为所动。松开阿、啊、念！一个人影突然冲了过来，挡在了我和温浩清中间，照着温浩清的鼻子就是一拳。是九王爷周艳礼。最近他经常来公主府做客，也总会和我一起讨论书中的各种问题。你们已经和离了。 你竟然还敢来纠缠他！周艳丽伸开双臂，将我护在身前。你、你们……温浩清在看到周艳丽的那一刻，脸上突然血色全无，他颤抖着手，指着我：“你们之间，本王心悦阿念想要娶她为妃。”周艳丽抢先一步，打断了温浩清的话。 听完周艳丽的话，温浩清突然脱力，直接跌倒在地，整个人瘫软，爬不起来。他哀怨的看着我，眼角划过泪水，眼眶氤氲。阿念，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温浩清明明已经背叛了我，却又为何摆出一副深情的样子来挽回我？ 温浩清，看起来你好像很爱我，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你不相信那个不嫌弃你贫穷、肯用自己的嫁妆补贴你、处处为你着想的那个人突然不爱你了。你接受不了我不爱你的事实，所以和离后你还一直幻想自己可以求得我的原谅。你的爱只不过是不能接受自己的不再被爱。 温浩清，你真的让我觉得恶心。说完，我便转身离去，身后传来了温浩清的痛哭声：“阿念，不是这样的，阿念，你别离开我。”林清念，你以为九王爷是什么好人？你以为他会为了你永不内妾吗？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一生一世一双人。林清念，你给我回来！ 阿念，阿念，你别听温浩清瞎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从我和黄姐一同去有州赈灾时，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这辈子我非你不娶。你若是不信，我可以立誓，我可以让皇兄下旨赐婚。跟在我身后的周艳丽气喘吁吁，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她比我还要小一岁呢。 有周大旱那年，他只有十四岁。我突然停下，看着周艳丽，试探的问：“所以让我回京是你的主意？开办女子学堂是我的主意。阿、啊、念，你不会生我的气了吧？”周艳丽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忐忑。我笑了，没有生气。我十分感谢你，感谢你。 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价值，那，你这就是接受我了吗？我可以求皇兄赐婚了吗？那倒还没有。半个月后，苏真真生下了一名男婴，可这名男婴却吓坏了接生婆，接生婆连滚带爬的从温浩清家跑了出去，边跑边喊：“见鬼了，见鬼了！” 温家娘子生了个怪人出来，没到半日，这件事便几乎传遍了整个京城。只因为苏珍珍生下的这名男婴，拥有白皙的皮肤、暗黄色的瞳仁和卷曲的棕色头发，长得像极了十个月前来京城中和我朝谈生意的康居人。这些康居人曾日日流连于苏珍珍所卖艺的藏春楼中。 苏珍珍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生下了外族人的孩子，眼看着温浩清没办法再依靠了，她便将温浩清仅有的几两银子洗劫一空，连夜跑了。等到温浩清第二日醒来，他和苏珍珍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小院，就只剩下了一个长相怪异的婴儿和一贫如洗的他。 柳若离向我绘声绘色的描述温浩清的遭遇时，我并没有觉得震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苏珍珍怀的不是温浩清的孩子？嗯，我也是猜到的。温浩清天天和苏珍珍厮混在一起，你又是怎么猜到的？柳若离一脸的疑惑。 还记得我之前让宫中的王太医帮我把我脉吗？记得，当时王太医说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若是一直未孕，那便可能是因为与孩子的缘分未到，或许是看我求子心切吧。临走之时，他问我温浩清幼时是否得过疝气，得到肯定的答案后，王太医又问。 那他的精巢可否是一大一小？我震惊地点了点头。哎，你无法怀孕，恐怕是你夫君的问题。幼时得过疝气，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男子，一般很难让妻子怀孕。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难过了好几日。我每日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把温浩清不育的事实告诉他。 可还没等我下定决心，我就看到了他和苏珍珍在雁鸣湖游船。读书之人极看重脸面，温浩清也一样。苏珍珍生下孩子后，一夜之间，温浩清因为一个怀了怪胎的风尘女子同妻子和离的事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他因为受不了众人的指点，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的。 在翰林院当职时，也频频出错，引发了同僚的不满。于是朝廷便罢免了他的官职。受不了打击的温浩清，在一个雨夜抱着那个孩子跳了河。等到被人发现时，已经是两天后了。温浩清是孤儿，没有亲人为他收尸。周艳礼怕我于心不忍，派人用草席将他裹住。 拉到了乱葬岗，随便挖了个坑，就地掩埋了。而我经过不懈的努力，授课时又颇有几分我爹爹的样子，成为了京城中有名的女先生。又是一年七夕，周艳丽早早的就等在了公主府的门口。阿、啊、念，今日我们一起去雁鸣湖游船好吗？好啊，属于我的美好生活。 才刚刚开始。故事二，是夜，我依偎在九思怀里赏月，惬意的微风拂过，好不舒适。温九思是我见不得光的相好，三年来，我们在无人的夜晚幽会，在明月的见证下互诉衷肠。想来“物极必反”这个词适用于众人，在景美人家的氛围下。 烦闷的情绪又萦绕在我心头。哎，今日容姨又收了李大哥的猪大鼓，我已经明确跟容姨说过不喜欢李大哥了。他还是收人家东西，这不是让局面变得很难堪吗？九思的身子顿了一下，随后认真的开口：“清然，我带你私奔吧，我一定会一辈子养你、敬你、爱你的。起初我只当……” 他是随口一说的玩笑话，还饶有兴致地打趣了一番。我可不好养，要好多好多银子，你养得起吗？不曾想他的语气极其认真，养得起，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我望向他的眼神，居然瞧出了坚定二字。说实话，我有些慌了。九思，你你是认真的吗？ 他点了点头，深思熟虑。私奔这个词听起来就透露出不妙的苗头。为何不来我家提亲？温九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清然，你不信我吗？我应该信他吗？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急忙推脱，方才吹了风。” 身子有些不爽快，把温九思赶走了。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满脑子都是温九思说要带我私奔的念头。虽然说我常看话本子，里面也常有私奔的桥段，看起来有趣极了。但是我只是一个乡下俗人，全靠容姨抚养长大，一走了之，岂不是辜负了养育之恩？况且。 我打心底里不喜欢“私奔”这个词，对于此举也是无法赏识。不一定要十里红妆、万人同庆，最起码得明媒正娶、三书六礼，这是给对方及双方家族的尊重。当下我就拿定了主意，私奔不可能的。想来是夏日夜长梦多，在梦里，我仿佛过了漫长的一生。 和温九思私奔后，风餐露宿、艰苦难过的一生。起初，我们抛下了一切，赶了几个月的马路，在边陲的小镇定居。一路上虽说风餐露宿、吹冷风、食冷羹，但在一起的时光却是甜的。手心的温度让心总是暖烘烘的。一路上盘缠花的七七八八。 在小镇定居后，少不了要置办田产家具，我们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每日温九思外出打猎耕田，我在家纺织操劳家务，身累心更累。一开始我们还会互相慰藉，互相取暖，后来因为家庭琐事总是不和，事事争吵，最后更是相看两厌。 话不投机半句多，在无尽的劳累和冷漠的相处中，我度过了艰苦难过的一生。我在痛心的悔恨中惊醒：好你个温九思，好一个登徒子！说是私奔，实则是搭上我的一生过苦日子。话本子里风餐露宿的苦鸳鸯，谁爱当谁当，我不乐意。天色尚且黑着，我打着灯。 连夜写了一封绝情信，是要断绝和温九思的联系，免得哪一天我对着他的美色被哄骗着私奔过苦日子。温九思，经昨日一事，我已明了，我不愿与你私奔，亦未达情深似海之境界，未免误事，仅以此信决绝，勿念勿见，从此我们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青然，温九思得了信后，明里暗里找过我多次，都被我拒在门外。毕竟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怕我瞧见他可怜兮兮的模样，会忍不住答应他。美色误人这四个字可不是空口白话。妹妹韵儿看出了端倪，私下里问我：“青然姐姐。” 你最近是不是跟温大哥生疏了？我看他在门外转悠，却不进门。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了他另一个问题：“韵儿，如果有一个男子对你很好，说要带你私奔，你可愿意？”韵儿迟疑了一番：“那得看他对我有多好。”我浮夸回道：“千般好，万般好。”韵儿。 那我应是乐意的，画本子不总也写吗？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有多少名门贵女愿意为了爱情私奔呢？有情人在一起总归是好的。我恨铁不成钢，敲了敲韵儿的头：“你个傻姑娘，画本子都是些穷酸书生写的，他们一事无成，想得倒美。” 总是幻想有位女子愿意抛弃一身高贵，跟他们私奔去过苦日子，万万信不得。韵儿，可是他们是相爱的。有时候我真想看看他的脑袋里装了点什么。如若男子明明可以上门提亲，明媒正娶，三书六礼把女子娶回家，却挑拨女子私奔，其心不正。 就算他们是相爱的，风餐露宿，终日劳苦，困囿于柴米油盐，早晚心生嫌隙，相看两厌。月儿慢慢地点了点头，我真心希望他是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了。温九思明显就是我口中的男子，其心不正，不可托付终身。想来温九思实在不算我的正缘。 与他诀别后，当朝宰相林敬宗竟上门认亲，拉着我的手，直言我是他心爱的闺女，泪洒当场。我摇身一变，竟成了有权有钱的大小姐。宰相父亲泪眼婆娑，声音略微颤抖，说出了当年的事：当年我的母亲生我时难产身亡，祖母不大喜欢我母亲。 又看我是个女娃子，心中不悦，谎称一尸两命，把我丢到了大街上。幸得容易心善，把我捡回了家，才免去我一死。父亲说，他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几年前祖母身亡，死前才说出了真相。他得知后一直在寻我，直到现在，终于寻到了。 我心里五味杂陈，有些庆幸，有些疑虑，还有些惶恐，甚至是反感。因为街坊邻居无人不知，当朝宰相就是吃人不吐骨的大恶人，压榨百姓，无恶不作。我望向容姨，她眼含泪光，只是对我点了点头。我当时只当容姨流泪是为我找到生父高兴，直到后来。 我才读懂他的情绪，他那其实是为我担忧，却又无可奈何的苦累。宰相带着一大群人围在院子里，迫于压力，我只能顺从。隔日，我就在一大群人的拥护下，风风光光的回到了相府，成为了相府千金。我刚回相府，父亲就火急火燎的操办起我的婚事，按他所言。 常言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弄出丑渣。”他希望我早日安定下来，以为我母亲在天之灵。我不愿如此大费周章，更不愿草草决定自己的婚事，却拗不过父亲一番游说，甚至以容一孕儿为威胁，软硬兼施，我只能假意顺从。 父亲找来了方圆最有名的媒婆，四处探听，最后相中了两位青年才俊，一位是礼部尚书次子小张大人，一位是永义侯独子温世子。听说二人皆是京城有名的贵公子，年少得志，德才兼备，是众人口中的良配。今日父亲约了两位公子宴饮，实则相看。 小张大人长相敦实，其貌不扬，眉目中更是流转着贪欲，一看就不怀好意，实在是让人不舒服。第二位温世子倒是听说相貌堂堂，但却姗姗来迟，过了宴会时间，一辆马车才驶入。马车的绸子拉开，露出我那前相好的脸。温世子居然就是温九思。 与我共度了三年时光的前相好，如今居然成为了我的相看对象。我脸上的笑容维持不住了，脑海里回忆起我们的初识。我们的相识就像画本子一样，始于一场俗气的英雄救美。英雄是我，美人是温九思。虽然这场英雄救美也不是我自愿的，三年前。 我和韵儿在山上踏青时，偶遇了奄奄一息的温九思。他用毒针刺伤了我，威逼我和韵儿带他疗伤，许诺丰富报酬。为了自保，我和韵儿只能把他拖去了破旧的小庙里。他受了很重的伤，背后的伤口血淋淋的，惨不忍睹。但他行事古怪，不愿找大夫医治，透露行踪。 幸而我热衷于中药，自小跟着村里的李大夫辨认药材，虽没有出诊行医，但也略通一二。我寻了山上能止血解毒的药草，粗略给他包扎了一番，又学着李大夫的模样给他扎了几针。庆幸的是，温九思命大，没死在伤口，也没死在我不成熟的医术下，活了下来。 后面一个多月，出于温九思的威胁和我的善心，当然也有贪图美色的成分。没办法，温九思长得实在英俊，我时常去小破庙里给他换药，一来二去，倒也生出了一些情愫。当他恭恭敬敬地向我行礼，说要报答我时，我玩笑似的开口：“不若你以身相许。”没曾想他轻声笑了笑。 回了一句：“好。”自此，我们开始了见不得光的幽会。虽说见面的日子不多，却也实在甜蜜。温九思的声音猝不及防地把我拉回现实。他冷笑：“林大小姐，好久不见。”温九思的语气带着玩味，甚至还有一丝委屈，好似我是十恶不赦的负心女。 虽说我确实单方面与他诀别，但这都是因他居心不正，诱骗我私奔。更何况整整三年，他都没有跟我坦白他的身份是世子。虽说我没有问，但是瞒着我这一点，总归是我占理才对。我挤出一丝笑容：“温世子，好大的面子！所有人都在等着您开席呢。” 父亲率先瞪了我一眼，斥责我无礼，恭恭敬敬的把温九思迎进府了。宴席实在无趣，全是父亲一手操持，说着一堆恭敬话。我不喜欢这种场合，借故离场，到后花园吹风去了。温九思跟了上来，把我堵在角落里，怒气冲冲的发问：“林清然。” 为何突然诀别？为何避而不见？如果不是今天的宴席，你是不是打算与我死生不复相见？他按住我的肩膀，眼眶发红，却显然克制着力度，没有让我发疼。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觉得我已经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我不愿私奔，不想因此耽误你，也耽误了我的一生。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分开才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温九思，分开？你问过我了吗？三年的感情，你凭什么说分开就分开？我那私奔，你有问过我吗？你明明可以来我家提亲的，却又骗我私奔，居心何在？温九思迟疑了一瞬，只是磨棱开口。 清然，你相信我，我自然是有我的顾虑，不然。我用力挣脱了他的双手，我凭什么信你？你口口声声说三年的感情，结果连真实身份都不愿告知，我还能信你什么？说完最后一句话，我气恼不过，转身就离开了。我不想再看到温九思，他总有自己的顾虑，却不明说。 这样如何能够沟通？临近转角处，温九思的声音传来：“青然，你就没有想过，这么多年了，为何你爹现在才上门认亲？堂堂宰相，找个女儿岂不轻而易举？更何况，你就不好奇，为何你爹看上的居然是你的前相好？”我顿住了脚步。他说的，我都想过。 所谓的宰相父亲肯定不简单。我转过身，尽量保持语气温和。温九思，你说的我都想过，但是我们现在都太激动了，待冷静下来，我们再好好谈谈吧。明日午时，老地方见。傍晚，我被要求去给父亲和继母请安，继母对我的吃穿用度关心了一番。 父亲倒是直奔主题，清然，今日两位公子你都看过了，可有中意的？我假意抱怨：“父亲找的都是什么人呀？那个小张大人看我的眼神色眯眯的，品行不正；还有那个温世子，宴会姗姗来迟，傲慢无礼。说实话，女儿两个都没看上。”父亲的脸色发青。 明显不悦，想来我的话没说到他心坎上，他怒斥了我一声“胡闹”。我试探开口：“父亲大人，莫非整个京城就这两位男子了吗？女儿非得在这两位当中选一个吗？”继母拉了拉我的手，赶忙在一旁打圆场：“清然，不要误会了，你父亲不是这意思，只是世家联姻，没那么简单。” 你自小在乡下长大，不懂这些也很正常。今天两位公子都是你父亲精挑细选的，自然是考虑了很多。你可不能胡闹。那小张大人品行不端，不往来就是了。至于温世子，玉树临风，倒是可以接触看看。想来父亲是故意找的小张大人来衬托温九思，二者选其一。 怎么着都是温九思更胜一筹，已经到了这地步，我倒不如顺着他们的意，看看要整出什么名堂来。大娘子说的有理，女儿谨听教诲。父亲眉目舒展，温声唤我回房休息。我正要入睡时，窗边有个小丫鬟低声唤我，说是父亲的二姨娘想要见我。夜黑风高。 又是在陌生的相府，小丫鬟更是鬼鬼祟祟，谨慎一些总不会出错。我谢绝了。翌日打听了一番，我从伺候的丫鬟口中得知，二姨娘原是我母亲的陪嫁丫鬟。母亲怀我时，她爬上了父亲的床，背叛了母亲，成为了父亲的二姨娘。只是二姨娘后来不得宠，在相府默默无闻。 近来更是因为被大娘子拿住了错处，被幽禁在偏房里，不得外出。这二姨娘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人，她找我会是有什么事呢？想来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昨晚的谨慎是明智之举。出府前，继母询问我的去处，我如实说是赴温九思的约。她笑眯眯的肯定了我的举动。 还美其名曰派沈妈妈保护我的周全，无非是想监视我。到了我和温九思约定的地方，我身边的一众人等都被温九思的护卫拦在了门外，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温九思到思虑周全，把大门敞开了，不叫外头的人听见我们的谈话，但又能看见，总归于名声无碍。 也好跟相府的人交代。温九思率先开口：“清然，我昨天得知你刚抛下我就找另外的男子，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吓到你了，实在抱歉。我昨晚思虑了良久，我确实不该瞒着你，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我反驳了他：“你说我刚分开就找别的男子？” 你不还是赴约了？明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不还是和别的女子相看了？温九思，那不一样。我知道是你，我才去的。他的眼神一如既往的深情，我跌入他的眸子里，仿佛他的眼中只有我。我慌了神，连忙岔开话题，询问起相府和温家的交情。一番交谈下来。 我大致清楚了当前的局势。父亲和温家分属两个是不相容的党派，父亲属一太子，温家属一二皇子，两者针锋相对，争夺皇位向来都是残酷的。只是不知父亲执意撮合我和温九思，究竟是求和，还是有更深的阴谋？我突然想到了某些东西，温九思。 你那会说要带我私奔，可是得知了我的身世的缘故，温九思点了点头。我不愿家族的对立成为我们的障碍，但是怪我没有解释清楚，只一味唤你私奔，倒让你误会了。我觉得父亲的行为实在反常，按理说父亲不可能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这其中必有古怪。 温九思倒是没什么反应。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下你的。冉冉，你能不能不要着急抛下我？我不敢回应，借口时辰不早，转身就要离去。临别前，温九思当着众人的面，把一个桃花簪子插在我头上。有花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桃花艳美。 却丝毫不压然然美貌半分，簪子在众人眼中无疑会被当成定情信物。还没搞清楚相府的阴谋，我不愿把温九思拉入这一趟浑水。温九思，你应该知道送簪子意味着什么。我现在还没搞清相府的门路，你大可不必掺和进来。温九思只是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簪子我早就想送给你了，在我心里，唯你可是我的妻。至于以后的路，我会陪你一起，永远永远。这一刻，我的世界黯然失色，唯有温九思。我信了他的话，信了他许诺的永远。温九思，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回府后，继母照例喊我问话。 他派去的人看到了温九思送我簪子，却听不清对话，来找我问清状况。我走进院子，居然无一人在门前伺候。父亲和继母交谈着什么，声音不大不小，足以让我听清。继母，老爷这回放心了吧？温世子送了清然簪子，这是许意清然做温家的正妻，也不枉费你一番心思。 父亲，但愿我和老温多年的争斗能止于因两位晚辈的联姻吧，也不枉我辛苦认回清然。我一进门，他们就坐得端端正正，仿佛方才什么都没有说。后面无非就是继母问话，我半真半假回答，承认了和温九思的前缘，也承认了现在的交好。父亲和继母并无惊讶。 一脸欣慰，笑着送我离开了。夜里，我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我原先琢磨不透父亲的行为，现在我倒是清楚了：求和是假，阴谋才是真。偌大的相府，怎会无一人伺候跟前？他们说要求和的话，无非是想让我听见的。他们想让我听见的，和他们真正想的。 自然是相反的，父亲必定想借联姻干掉温家。我说出与温九思之前有过交集，他们丝毫不惊讶，想来是早就调查过了，或者说他们是通过温九思才找到我的。只是他背后藏着什么阴谋，尚未可知。我一夜无眠，一是因为未知的恐惧，二是由于缭绕的歌声。 一日，手底下的人议论纷纷。听说二姨娘昨晚唱了一夜的昆曲，成功俘获了老爷的心，再获恩宠。二姨娘向来低调，甚至少有人知道她会唱昆曲。如今她唱曲争宠，不少先前为难过她的人难免担忧。我饶有兴致地偷听他们的谈话，心里也难免好奇。 这二姨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今争宠这一出又是为何？还没思索出什么结果，身边的小丫鬟就递给我一个小盒子，里头是一串红豆手链，还有一封书信：“红豆无价，聊表相思。起风了，注意御寒。”温九思，小丫鬟笑眼盈盈：“温世子真是贴心。” 就连起风了也要关心姑娘。我没有给小丫鬟看过书信，她却得知里面的内容。想来这必定经过继母的手。我把玩着红豆手链，把小丫鬟打发走了。温九思定也料到书信被看的事，那他还是写了书信，目的何在？我细细琢磨着信里头的字，发现了“玉寒”二字有端倪。 这两个字写的比其他字体瘦一些，又跟在“注意”二字后面，想来是温九思想要传达给我的关键信息。两个字，我想到了当初我和温九思一起读字典时看到的反切法，这是一种注音方法，就是用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来切出该字的读音的方法。 玉字取歪寒字取音调取与寒字相同的第二声，那就是盐。盐是什么意思呢？傍晚时，有个丫鬟端着一叠红豆糕点来到了我的房间。红豆性平，温补气血，姑娘多吃点红豆可以御寒。丫鬟看起来很有灵气，有个念头在我脑里闪过。 你叫什么名字？丫鬟低声在我耳边回复：“奴婢妍儿。从前主子姓温，今后姑娘就是我的主子。”随后，我跟继母说：“今晚送点心的丫鬟很伶俐，把妍儿收到了我的房中。从妍儿口中，我得知温九思今夜会密探相府，搜寻相府的罪证。妍儿作为内应。” 负责给温九思带路和掩护。是夜，我在房中迟迟不能安睡。毋庸置疑，我心里有温九思，我放心不下他。窗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房里烛火早已熄灭，细微的声响都显得格外刺耳。我无法分辨眼前的状况，不敢声张，随手拿起一旁的花瓶。 小心翼翼地探了过去，一双有力的臂膀把我圈进在怀里，淡淡的墨香萦绕在我身边。温九思，身后的人轻轻地笑了，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花瓶。我们然然真是冰雪聪明，什么都瞒不过。我有些庆幸，又难免担忧。你不应该在书房这些地方吗？怎么到我这来了？ 莫非出了什么变故？温九思不要脸地把头枕在我的肩膀。是有一点，方才被家丁发觉了，追着我跑，我只能躲到这来了。我的肩膀传来痒意，我小幅度甩了甩肩膀，却没甩开他，只好作罢。躲到我这也不是十分安全，我还得把你藏起来才行。 温九思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我的话，声音带着一丝慵懒。嗯，无妨，我靠着休息一会就走。他的手收得更紧了。然然，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这样静静的呆着了。我一时动容，轻轻握住了他的手。嗯，早上的信我收到了，我读出来，玉涵就是言，也找到了言儿。 温九思反握住我的手：“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然然，那你读出我对你的相思之情了吗？我的脸颊发烫，明明在一起三年，可是每次听到温九思的情话，我还是控制不住的面红耳赤。我轻轻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温九思抱了我好一会，临走前不舍得亲了亲我的额头，才翻窗走了，徒惹得我心痒痒的。翌日，我跟言儿闲聊时才得知，昨夜温九思根本没有暴露行踪。诡计多端的男人，虽然还未得知相府的阴谋，但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温九思安顿好了容姨和韵儿。 我在相府一路打听，收集了不少我母亲的信息，还有相府欺压百姓的信息。容姨和韵儿好好的，我本不必留在相府。我始终认为生恩不如养恩大，可是我总觉得我母亲的死有蹊跷，我想调查清楚。我更不愿宰相这种欺压百姓的官员继续胡作非为。 我就是老百姓，我深知人间疾苦。来都来了，我总该在相府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不管是真相还是正义。温九思时时来府上，光明正大约我出去。父亲、继母乐见其成，甚至催促着早早定下了婚约，婚期就在一个月后。婚期既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请安时，父亲总是若有若无的试探我：“清然啊，你说娘家和夫家，究竟是哪个更亲呢？只有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才是最亲的，你觉得呢？人心隔肚皮，有些人表面对你很好，背地里不知怎么编排呢。只有父母才是真正无条件对你好的，你说对吧？” 我假装听不懂这些试探，假意应承，顺着他的话讲，实则不以为然。言儿是个机灵的，平时扮得天真无邪，与府里一众下人打成一片，倒是打听的不少消息。我母亲是南方人，嫁给我父亲实属家族的逼迫。怀了我之后，母亲依旧郁郁寡欢，身体一直不好。 生我时才会难产离世，父亲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他不爱母亲。不到半年，他就把侧室抬为正妻，就是我如今的继母。与我先前听的不一样的是，二姨娘并没有背叛我的母亲，而是我的母亲举荐上去，抬为姨娘的。我先前是直接问的小丫鬟，可信度想来没有言而打听的高。 这二姨娘是敌还是友？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去会会她。夜晚，我在妍儿的帮助下，扮成了送糖水的丫鬟，悄悄地溜进了二姨娘的院子。二姨娘身边的妈妈疑神换了人送糖水，正要盘问一番时，却在看清我的脸后，一脸动容，遣散了所有丫鬟。 引着我单独见了二姨娘。二姨娘生得貌美，举手投足间尽显端庄。她见到我后，一滴清泪划过她美丽的脸颊。你和你母亲长得真像。二姨娘亲昵地拉住我的手，似乎极力克制着泪水，却还是偶有几滴清泪挂在脸上。我递给她一方手帕，二姨娘擦擦吧。 上次姨娘半夜邀约，清然本该赴约的，只是初来乍到，不敢轻易见人，拖到如今才来。姨娘莫要见怪。二姨娘擦了擦眼泪，无妨无妨，怪我鲁莽了。你一个人谨慎一些总没有错。先前被大娘子幽禁了，初步的这方院子，才半夜偷偷,偷请姑娘过来。 实属无奈之举，现下自由了，因着避嫌，迟迟不敢相见，倒是让你先来了，实在是愧疚。我连忙宽慰道：“姨娘，快别这样说，还不知姨娘找我所谓何事。”姨娘轻轻地抚摸我的脸颊，一来我想亲眼瞧瞧大小姐的女儿，果然出落的和大小姐一样标致。 二来是有很重要的话想提醒你，相府不能待下去。姨娘何出此言？我心里还是对这个二姨娘有些防备。相府锦衣玉食，过得不是很惬意吗？姨娘的表情凝重了起来。清然，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着你的自由，做尽了千般万般的打算，才把你送出了相府。不曾想。 把我送出相府的不是祖母，而是我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我委实吃惊。姨娘收拾了自己的情绪，缓缓开口：“你母亲在世家大族长大，深知女子的不易。她不愿你像她一样，嫁给自己不爱的人，终生被困在宅院。更何况，她深知你父亲并不是有情有义之人。” 你作为女子，定会成为家族的牺牲品，所以你母亲临死前最后交代的就是把你送出相府，还你自由。我才知道，容姨先前也是侍奉母亲的，受了母亲的委托抚养我长大。容姨应该也曾想跟我坦白，只不过答应了母亲，不敢轻易开口。 姨娘坚定地拍了拍我的手，说：“这些也没用。你如今回来了，我不得不替你打算。我要争宠，我要护住你。这些时日，我也总算摸出了一些东西。通过二姨娘，我终于得知所谓的宰相父亲的阴谋。他从未得知，或者说从未关心过我的死活。” 他是通过温九思才知道我的存在的。我与温九思决绝之后，温九思曾多次在我家门前逗留，引起了宰相党的注意。他们通过调查，发现我居然是宰相的女儿，顺势就把我认回，对付温家。我嫁去温家，如若我听话，他们就会指使我伪造温家的罪证。 让我以温家人的身份告发温家，如若我不听话，他们就会让我死在温家，污蔑温家。只要我嫁去温家，无论我是否听话，无论我是死是活，他们都有办法扳倒温家。真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二姨娘抱着我流泪，当年大小姐把我举荐给老爷。 可我从未生出争宠的念头，我只想好好伺候大小姐。不曾想她就这样走了。我忍住不去看你，不去找你，以为这样就能保你无虞。没想到老爷这都能把你找出来。二姨娘哭得凄凉，惹得我也跟着掉了几滴泪。我回抱住她，轻声安慰。夜色深了，二姨娘依依不舍地把我送走。 我走远了，依旧瞧得见他守在门框的身影。如果我母亲在世，应该跟二姨娘一样吧。我回到房间时，屋里灯火通明，父亲和继母端正地坐在主位上瞪着我。清然，这么晚了，还去哪逛呢？父亲，大娘子，今晚月色动人，我睡不着，就出去逛了逛。 父亲一副不信的模样，那我怎么看你从二姨娘的院子走出来呢？我假装不知道。啊，原来那是二姨娘的院子呀！我走的一时迷了路，误入了一方小院子，里头的妈妈说主子睡了。得知我的身份后，妈妈留我吃了一盏茶才走。父亲不辞声色地盯了我好一会，当真？ 我毫无畏惧的瞪回去，自然，女儿所言字字属实。继母估计看气氛僵硬，赶忙出来打圆场：“清然，你也真是的，大晚上就别瞎逛了，害你父亲担心。”我只好乖巧应下。父亲临近婚期，不宜走动，从今日起，你就在房中安心准备自己的婚事吧。 父亲不让我出房门，继母日日过来打扰，天天念叨的不过是相府对我如何如何的好，叫我日后不可忘恩负义，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口头上的功夫谁都能说，实际也不见得对我有多好。好在有言儿，我把从二姨娘得知的信息告知了温九思。 并商量好了对策，妍儿也一边与二姨娘暗中联系，互通消息。婚礼前一晚，我在房中试头饰，父亲携着继母和二姨娘悄然来到身后。父亲，我们清然真好看，你母亲要是能亲眼看到你出嫁，会很高兴的。父亲明明与母亲感情不深。 此时却刻意提起母亲，想必是要打感情牌了。继母也跟着夸了几句，便直入正题：“清然，你应该知道，林家和温家向来不和，此次也是想借着联姻重修于好。只是温家对我们积怨已深，你嫁过去可能会受委屈。”我办的一脸懂事，林家。 对我好就行了，放心吧，大娘子，我相信你和父亲会帮我谋划好的。继母一脸欣慰：“清然，你能这么想就好。这是我房中的沈妈妈，办事得力，她跟你去温家，你多听沈妈妈的话，总没错。”我乖觉应下。父亲和继母说了几句，就要离开。一直没开口的二姨娘求着留下。 想替母亲为我梳妆，父亲默许了。房中只剩下我和二姨娘，二姨娘一改方才沉默的样子，絮絮叨叨了很多往事，追忆我的母亲。不知讲了多久，她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清然，要不你今晚就逃走吧？我如今在相府也有点分量，我替你打点。我摇了摇头。 姨娘放心吧，我已经知道相府的阴谋，我会为自己打算的。总归是第一次穿嫁衣，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差点认不出来。二姨娘细心为我梳妆，嘴里不停说着吉祥话。她说呀说，只怕少说了一句吉祥话，巴不得所有的祝福都在我身上应验。迎亲的马车来了。 父亲和继母一脸笑容，唯有二姨娘躲在角落里悄悄抹眼泪。迎亲的阵仗很大，马路两边都围满了人，人人都想凑一凑热闹。马车没有开往温府，而是直奔衙门。乌泱泱的人群把衙门围得水泄不通。没有人料到，宰相的女儿居然在大婚当日状告宰相。 我拿出收集的证据，摆在大人面前，大人不敢轻作判断，只说着些官话。我找的几个托，趁机从百姓中站出来指责宰相的罪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衙门见无法收场，报到了上级。这件事引起了轰动，有志书生自发为民请命，替百姓状写冤屈。 听闻写了三天都没有写完，最后迫于舆论压力，宰相被革职入狱，林家三代男子不得入朝为官，全家罚回原籍岭南，不得入京城。温九思从中周旋，二姨娘成功逃出了相府，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因我与温家定了亲，算作温家人，倒是免去了我的责罚。 林敬忠入狱那天，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这个不孝女，你毁了整个相府，你不得好死！”我默不作声，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你靠温家的男人背叛生父，算什么本事？”我只是轻笑。荀子有言：“甲与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甲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一介弱女子，借势铲除大罪臣，没什么可耻的。更何况，如若你不是罪大恶极，又怎能定得了你的罪？只能说恶人有恶报。灵镜中还要说出更难听的话，温九思挡在我身前，捂住了我的耳朵。我的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只有温九思，我回到了容姨身边。虽说容姨有时会有些蛮不讲理，但是我知道她很关心我。我回来那天，她破天荒地买了几斤猪大骨给我炖汤喝。月儿拉着我转了好几圈，确保我没有受到一丝伤害，才肯松手。在我心里，这才是我的家。 一日，温九思提着大包小包拜访容姨，容姨脸上的笑容藏也藏不住，拉着他连连点头。夜里，我依偎在温九思怀里赏月。时过境迁，又是另一番风景。九思，你说，如果当时我答应你私奔，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后来认真想了想，私奔这念头确实鲁莽了。 我不该让你抛弃家人，抛弃故乡，不管不顾的跟我在一起。我不能这么自私。我打趣道：“就算我答应你了，你家人怎么可能同意你抛弃家族？可能我们还没出京城，就被捉回去了吧？”温九思，其实我爹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温九思的父亲是我娘亲的初恋。 他们相知相许，却抵不过家族的压力，被迫分开。只因温父的家族不够显赫。后来，在温父的努力下，温家崛起，足以匹敌凌家。温父是以什么心态同意温九思私奔的呢？可能他也想成全年轻的自己吧。凉爽的秋风拂过，带走了魔人的酷暑。我望向温九思。 恰好他也是。此刻的我们眼中只有彼此。温九思，我们成婚吧。